原标题，上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境内的英国工程师组图，他们都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奥沙利文上校，在天津举行的发射队1901贵妇人一起拍的。组照1902罗伯茨爵士和贵妇人们，罗伯茨爵士离开北京去天津时，1902英国人带到天津，1900在罗伯茨爵士等工程师们从北京去天津时拍的照片，1902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